怎么狂怎么狂，星星咋不像那颗星星，月亮也不像那个月亮，成了残爱凤凰，马油灯啊断了油，山村的夜晚咋还这么亮，只有那篱笆墙影子还那么长，影子还那么长，在那墙上边麻烦了麻烦了都叫阳，端午节，茂源老汉一大早就上山采艾蒿。他犹豫再三，还是给枣花娘送去了一把。刚进院儿就碰上了枣花，茂源老汉连屋也没进，又匆匆地走了。大哥，屋里坐吧。不了。茂源老汉心里乱糟糟的。这时候童锁和枣花又为不能生孩子的事儿吵起来。眼不见心不烦，茂源本想到井台上躲个清静，可是沉痛的往事又搅得他不得安宁。爹，你咋了？爹，你心里有啥不痛快？给你5.6块。爹，今天生意不好，我嗓子都喊破了，才找了7张。
爹，爹，送到屋去。老大媳妇儿，爹，啥事儿啊？叫小龙子三婶儿到我那儿去一趟。哎，爹，您叫我。哎，坐吧。爹，有事儿。枣花，爹喊你来，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，是想跟你呀。说说我心里的话。不瞒你说，绑黑你这儿啊，同所在屋里给你闹唧唧，我在外边都听见了。同所这几年呢，家里外头都不着调，你也跟着受了不少委屈。我一想到这些呀，心里就难受。前些日子啊，你提出要离婚，虽说爹从心里不赞成，但是没有说过你一个不字。可今天这事儿啊，就是你的不是了，枣花。我是看你长大的，自打你嫁到咱们家里来，我一直把你当成亲闺女一样看。为了这个事儿啊，你二嫂没少说我偏心眼儿。你跟同所结婚六年了，没生孩子。爹跟你叨咕过一回吗？埋怨过一句吗？没有，都没有。可是你想一想啊，你大嫂二嫂都生了个丫头，再就不生了。我是多么盼着你呀，给我生个大孙子，好续上咱们家的香火。我给你两个丫头蛋子起名叫小龙小虎，就是为这个。可是你没生，我也不怪你，你也不要着急。可是无论如何呀，这件事儿你不能往同所身上推呀，你往他身上推，这不成了天大的笑话了吗？他能不跟你吵吗？枣花啊，有些话按理不该我说，可是谁叫你没有婆婆呢？今天我叫你来呀，不是为了数落你，是想跟你呀想想办法，出出主意，让你赶快生一个。
你要是生个孩子，你和童锁不就有了联系你的肉了吗？今后啊，他会对你也好一些，你娘呢也就少操这份心，不为别人，就为你娘，枣花啊，生一个吧，啊！爹，俺不是不想生，俺是……说了半天呢，就是要你这句话，不怕你不能生，就怕你不想生。拿去，这是你二哥呀，刚才交来的5.6，你到供销社啊，去买一包蜡，两盏香，3道烧纸。爹，咱买这些东西做啥呀？明天呢，我和你一起去拜宋子娘娘。枣花，嗯，你脖梗怎么了？这没怎么。是童锁打的吧？嗯，这个畜生啊！爹。爹。给我站住！到屋去，到屋去。这又咋了？这是。爹，这又咋了？枣花，枣花。爹。来来，我问你。这怎么回事儿？啊！我这爹，这是你打的吧？我谁让他惹我了？你把这话再说一遍。这他不惹我，我也不能揍他。你畜生！爹，你跪下！跪下！你爹，从你媳妇跪。爹，去。爹，跪下。你就这么给我跪着，畜生啊！你，爹，童锁，快起来！去你的吧！都他妈是你告的状，快起来呀！妈的，瞧他妈这一巴掌打的！要叫我说活该？谁叫他成天吊儿郎当的？咱家除了铁锁，数他贡献小。哼，动不动还欺负我三嫂，可不是？要叫我说呀，罚他跪上3天3夜，那才解气呢。要说出气呀，爹这回确实给枣花出了口窝囊气。哎，可是他老人家自己可也气得够呛，真是那么大年纪了。哎，可不是。要叫我说呀，
爹也够偏心眼儿的。大嫂啊，你说这事儿要是换成你和我，爹能为咱们这么撑腰出气？哎呀，二嫂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。哎，我二哥敢打你，成天跪着，还怕你嫌他个儿高呢。就是，别笑了，有啥好笑的？香草，你不是要我去洗澡吗？在这儿嘻嘻哈哈的干啥？快走吧。哎呦，大嫂，都几点了？是该走了，快走吧啊！回来再缝啊！你们还叫我去呀？走吧。哎呦，我这背还没缝完呢。哎，你不去谁站岗啊？快走吧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走。好，跟你们去。哎，我说咱们叫不叫枣花？童嫂在家吗？她刚出去。喊呢，多一个人多一个伴，快走。就是喊。三哥，嗯，不是有人喊你吗？你咋不去啊？谁喊我？哎，对了，刚我也听喊你，就豆腐房那边，喊谁？喊童锁儿。我咋没听着？哎，大嫂，你家窗户关着，能听见吗？谁说的？我一直开着窗户嘛。哎，啊？哦哦哦，对对对，童锁儿。刚才是有人喊你，哎呀，那喊声好大哟，我关着窗户都听着真亮的。你快去吧啊，快去呀！哎呀，童锁儿，实话跟你说吧，刚有人在爹那告你状，说你豆腐糊弄人，还说呢，说你在豆腐房耍钱。爹还说要查问，你快去看看去。大嫂，咋了？你看你，香草，你们上哪儿去？洗澡去，快走。二嫂，你们去吧。我懒得动弹。哎呀，你不就是挨了几下打吗？再说爹刚才都帮你出了气了，就别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了。哎，在咱这村里挨门挨户的问吧，哪个女人没挨过几下打呀？你大哥有一回揍我呀，还动了扁担呢。哎，大嫂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。女人咋了？就该挨打，就该挨骂，就该生一身贱皮子。哼！哎呀，你们俩别争了。香草说的对，哈。咱女人在外边跟他们一样干活，回家还得做饭喂猪养孩子，容易吗？干啥挨他们男人打？就是，那可不中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大嫂说的呢也有道理。为啥呢？豆芽菜炒两盘，小两口打架闹着玩。枣花，那过去的事儿该忘啊就得忘了。所以你们俩说的都对，这就叫那啥呀？哎，这就叫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。你看咱这姐几个，咱谁跟谁呀？别分斤掰两的变是非了，快洗澡去，走。哎，走，走吧啊！来，枣花，我回家取东西去。走啊！哎，给你洗，走，走吧。叮叮叮！小草，快走！你刚才说的。嘟嘟嘟嘟嘟嘟！谁知道你们那说的？二嫂子，哎，你们去哪儿啊？啊，到河边去洗洗。你去不去啊？啊，走吧，一块去吧。去不了，这两天啊，我来事儿了。哎呀，来事儿了！你看这事儿闹的。哎，枣花姐，你也来了？哎，我正要找你呢。啥事儿？是你家童锁呀？
净欺负老实人。他看我们狗剩不在家，专挑那刺的、馊的、碎豆腐卖给我，还耍臭无赖，到现在还不把钱退给我。哼！哎呀，大妹子，这事儿你得跟我爹讲。在我们家呀，老娘们不管老爷们的事儿。哎呦，你要是不去洗澡啊，我们可先走了。就是，快，大嫂子，快走！走，大嫂，走啊！哎，走，走，走，快点。行，走啊。啊，大妹子，哎，我这有一块多钱，先给了你吧，不足的以后再说。哟，这豆腐的事儿，你可千万别再跟爹说，行不？哟，枣花姐，这是干啥呀？实话对你讲，钱我不缺，我就是拿这个事儿啊，治治你们同所他们那黑豆腐坊。大妹子，就算看在我的面上，算了吧。啊，这一年我爹越来越不省心了，不能再叫他生气了。我替同所赔不是啊，枣花姐，有你这句话呀就足够了。钱我不要，你放心。哎，以后这事儿啊，我再也不提他了。啊，快走！哎，再晚天就黑了。你收下吧，收下吧啊！哎，枣花，哎，枣花姐。走啊！你们可快点行啊！哎，进吧，拿着。哎呀！哎呀妈呀！哎，怎么了？你碰我腿了！哎，快抓住，快抓住！别让他跑了，早跑了。有多大？挺大呢。哎，二嫂，是不是小庚家的鱼跑出来了啊？不能，绝对不能。哎，他胆子也真大，用那玩意养鱼，能行吗？啊？这你可就外行了。人家凤凰山、卧虎坡，还有柳树湾那几个屯子，都养网箱，这养鱼可发大财了。真的？可不。就说小庚吧，给我搓搓。等到老秋，不信你就看着。小庚那鱼，啊，那虾，还有果园子，要是不出这个数，我大头朝下借你。啊，五万？那可不。从来没下过水，万一来人咋办呢？哎呀，没事儿，不会来人的。哎，大嫂，哎，你看看周围有人没有？没人，没人。仔细点儿，肯定没人。走，递我肥皂。哎，来，香总，别，别让他下来。你别难为他了，快上来吧。哎，没人，你看。
嫂子。嗯。地方来，城里多好啊！那他不是为了跟着他爹开个个体病院吗？唉，现在人家爷儿俩多挣钱呐，那风吹不着，雨淋不着的，不比在城里当个小护士，成天端屎端尿的强多了。你说，要是我啊，宁可在城里端屎盆，也不回咱这破地方当屯老二。你说的吧，大嫂，你们再洗一会儿，我先跟二嫂回去。哎，你回去吧。巧姑咋也走了？谁知道啊！别管他。大嫂啊，哎，我有事先走一步了。啊。喜鹊啊。啊。你先陪大嫂玩。二嫂有事先走了。好嘞。啊。喜鹊姐，来，你教我游泳吧。这衣裳穿的是不是难受不？哎，喜鹊姐，快来快来。啊，喜鹊姐。你游的真棒！来，琪琪姐，你教我游泳吧啊！真棒，你游的。哎，看不出。哎，枣花姐呢？枣花也回去了。哎，干嘛回去啊？娘，小根哥，枣花，小根哥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快成个家吧，小根哥，你
就成个家吧。枣花，这是你的心里话。小庚，你看清楚了？嗯，看清了。哎，娘要不是腰疼病犯了，哪会去麻烦别人呢？娘，你可别上火啊。哎，娘啊，早就发现了，有人偷偷的帮咱干活，没想到是小庚。哎，这孩子虽说成了万元户，可不是那种黑心人呐。嗯，枣花，嗯，柜子里有毛线，你去拿来。嗯，去吧。哎，娘，是这个吗？对。这线呢，原本是给你买的，你拿去起个头，娘抽空给小庚织件毛衣，人家净帮咱干活了，咱又没啥谢人家。娘，小庚他有。嗨，一码是一码，欠了人家的情，娘晚上连觉都睡不好。织件毛衣送人家，也算咱的一点心意嘛，啊。柜子里还有双鞋，你去拿来。哎，娘，这个，这是俺给你公爹做的啊，你也顺便捎去吧。哎，香草回来没有？哎，回来了，都回来了。枣花，你咋才回来呀？啊，我顺路回了一趟家。爹，爹，你找我？坐吧，爹。爹，你有事儿？枣花，你跟同所那个结婚证呢？给我吧。
这，哎，我给你们收着吧，啊！爹，你还在担心我们？哎，不是那个意思。爹，嗯，你老人家别总为我们担心，你放心好了，我跟童锁就这么过了，我不离。真的不离，哎，不离就好啊，不离就好啊，不离就好啊。我不离，真的不离，真的不离。爹呀！啊，哦，爹，嗯，爹，我来交账。哦，银锁刚进家，正吃饭呢。这三块二，他今天跑了好几个屯子，就到了四张，给。哎，放那儿吧。给您拿好。哎呀，爹，你看你这枕头咋都那样了呢？快给我吧，我去给你洗洗啊。不用了不用了，我已经习惯了。儿媳妇，没事儿你就回去吧。啊，爹，那我走了。走吧。
你别开灯啊，巧姑。哎哎，巧姑。哎，巧姑，你咋了？哎呀，哎呀，你看看这些照片，巧姑全曝光了，你看看呐，抱抱吧，大热天给谁卖命呢？这是给……给咱自己呀。哎，今天总共才交3.2元，咱俩拿的是大头。大头，大头在你爹枕头里边呢。枕头？啥枕头？问你爹。巧姑，这有话你就慢慢说嘛。哎呀，巧姑，咱俩可是两口子，这别隔心呐。到底是咋回事？你当着我说啊，听话说吧，说吧，宝贝儿啊。刚才我去交账，你爹一见着我，吓得正往枕头里藏钱，哎呀，连藏带掖呀。你说，都是一家人，他攒钱，凭啥谁都不告诉准叔？这不会吧？咋不会？不信，把你爹的枕头拿来。银锁，这个家我一天也不愿意待了。咱凭啥给人当驴使？你赶紧跟爹提，咱们坚决分出去，坚决。银锁，你别以为我不孝顺爹。咱们分出去以后，每月照样给爹钱。他别人给10元，我给20，那也认了。那还不行？哎，好吧，小姑，你先别哭。我跟爹说去，啊。